报数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。谁？我。怎么出了个废物呢？英语的五念 five，five，five。这个废物玩意儿，拼音何无一爱 five， 何无一爱 five。对了，重新报数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。七。谁的七？我的七。出来。你咋这么完蛋？人家说的全是一水英语，到你这儿整出个阿拉伯数字，你那英语咋不会说呢？我不会说呀。你咋不学呢？啊，我们是搞旅游的，必须要把全世界的外语都要会一点点，回家用点功学，听着吗？夜市。这才几点呢，就上夜市？瞅你吃的都快赶上我了，不许上夜市。夜市。还去呢？不去了。那去哪？五爱街。五爱街也不会去。再说夜市。再说一个。那就会一句夜市还不让说。完蛋了。刚刚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这个电话非常重要，是一个大活，40人的旅游团，有没有信心把他给我拿下？有。谁走漏风声了？谁说的有？我说的。你说你就大点声，瞅你像做贼似的。有没有信心把这活拿下？有。Yes。 老板呢？那个张经济来了。哪个张经济？就去年给咱们抓公安局那小子。大橙子。大橙子。张经济。大橙子。张经济呀，你再过来过来。大橙子，过去的事儿啊，就让他过去吧。刚才那个40人的旅游团那个电话，就是我给你打的。沈阳那么多旅游团，你不找，你非找我，你别给我一个人坑啊！我不坑你，我是诚心找你合作来了。这样，这40个人团费咱们挣来以后，归咱俩。你留八，我就留二。就进一步说话啊！你要这么说，你就找对人了。我敢说，我们大橙子旅游团为游客提供那是一条蛇的服务啊！往大了说，就是一条龙的服务。大橙子啊，咱们谈谈价钱吧。价钱呢，就看你想让游客到哪个档次上，它档次不同，它是价位不同啊，还分档。那必须的，一共分3个档次、哦、这第一个档次是让游客笑着来哭着走。第二个档次那是让游客笑着来笑着走回家就哭。我在这儿呢。第3个档次那就高级了，让游客是笑着来，笑着走，笑着又来，最后哭笑不得。你俩大鹏啊，就你这队伍，给人家当导游，这能行吗？还能行吗？我敢说，我大鹏的旅游团全是精英，每个人都被游客投诉过。拉倒吧，都被游客给投诉了。这样人咱们能用吗？你看你这就不懂了吧，不被游客投诉证明你没在他身上挣着钱，我还不要他呢。哦，哎，那他们是怎么从游客身上挣的钱呢？这玩意儿说倒说不好，要不然你就亲身体验一把，你当游客，哎，我能给你当导游，让我们的精英团队为你提供那个 VIP 的服务。好啊。带钱了吗？带了。带钱了那咱就开玩。大橙子旅游团即将起航，跟我走了走了走了，这位游客啊，那个，你想上哪？我想去喇子山去溜达溜达。好，喇子山24小时恐怖之旅正式起航。哎哎，不行，咱们出来旅游是来开心的，你起个什么恐怖之旅？
那能行吗？谁敢来呀？你就是不懂游客，游客最喜欢寻找刺激，有的喜欢攀岩的，有的喜欢蹦极的，有的喜欢滑雪没玩好卡秃噜皮的。哦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哎，准备出发，安排食宿的大客车。我在这儿呢，老板。大客车安排好了吧？准备好了。Let's go！ 走不了了，下雪封道。Oh my god！ 干嘛呀？这咋整啊？改订机票。OK。爸，从沈阳到铁岭还用坐飞机吗？哇！你说什么呢，宝贝儿？我们都是从沈阳桃仙机场起飞到北京。再买好返程票，从北京飞回沈阳桃仙机场。等回来的时候，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，我们再让游客坐大巴去拉萨山，好吗，宝贝儿？你那是绕圈啊，宝贝儿。哦，不是，钱是挣了，但是这么做，这游客能满意吗？这位游客 ，I'm sorry， 抱歉抱歉，刚刚在交通上给你带来了不便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拉萨山。接下来我们为你安排一顿正宗的韩国料理，连服务都是韩式的。哦，上菜。안녕하세요欧巴，我是从韩国来的服务员思密达，我的韩国名字叫西不顺思密达。你是想吃干豆腐思密达、酸菜汤思密达，还是高丽米饭的思密达？不，他到底是韩国服务员还是日本服务员啊？他是中日韩服务员思密达。慢慢吃啊，大哥。其实就拉着山的。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这位游客吃饱了，喝足了，我们就需要去。逛景点，好，顺着我的小旗往前看，前方就是喇子山购物一条街，走吧。哎，不是，吃完饭了，咱得去景点看一看呢。你上这购物一条街干啥呀？你看你这又不懂了，游客的心理是啥呢？上车吧就睡觉，下车呢就尿尿，到了景点呢就拍照，回家呢啥也不知道，只能勾起回忆的，你知道是啥不？啥？就是那些纪念品。啊，别说，还真有道理。Let's go。大哥，买人参不？正宗的山参。你们家的山参这么大呀？啊？没打激素的参王。你看拉倒吧，参王，那萝卜我还不认识啊。你看这，不就铁子？你咋上这儿来了呢？谁呀？是不是沈阳的？啊，是不是沈阳？沈阳哪的？沈阳哪的？马路湾的。马路湾，我太阳街的吗？啊，我太阳街的吗？你也沈阳的啊？哎呦，老乡啊！哎呀，你上这来旅游来了？我不是来旅游来了，我过来卖身来了。你看我正点不？啊！哎呀，你看这。卖人参呢？那是你懂好吃。大哥，我这人参你还买不买呀？铁子啊，我告诉你，以后买参你可瞧准，一定要注意卖参的人长什么样，知道不？啊，买个参还得注意卖参人长啥样。你看你弟弟我呀，你看咱这脸型，纯人参脸；你看咱这身体，纯人参体，啊。哥们儿，我是从小吃人参长大的。你说他吃人参长大，你信吗？你要说他吃人长大的，我信。那就是大白萝卜，心里没数啊。你整的什么玩意儿啊？啊，做点小买卖容易吗？你想干啥呀？啊，你想干啥呀？干嘛呀？买呀！买呀！干什么？哎呀！这出来啥？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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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，大姐，大姐，消气，消气，不行啊！兄弟，兄弟，卡脸，老乡来，不行，卡脸了，快起来，来，老乡，起来，来，都因为你呀！快起来吧，来呀，我买身，来，我买，哎，快，你买身呢？快起来吧，人买身了。哎呀，买身呢？哎，兄弟，那钱呢？啊，那钱呢？多少钱呢？卖别人20万，卖你2000吗？啊，这是野山参，纯野山参呢。我买，我买，哎呀，我也不查了，快看着老乡那儿。哎呀，
行，这车是赠你了。耶耶，爷爷爸，爷爷爸，爷爷爸，爸啊！我现在看着，这出来做点小买卖呀，确实不容易。也蛮容易的，撇家舍业的，这回游客朋友呀，到景点了，景点到了。看第一个景点是100，值啊！一看就知道了，我才出来，全是山水。看第二个景点200，啊，太好了，看得我眼花缭乱了，我才出来。是。看第三个景点是250啊。对了，不是250，谁进去？我才出来。那这个大成，咱们进去吧。慢点。250买票。啊，买票。买票。钱。有钱。哎呀。好，走，大头子，走吧。24小时恐怖之旅到此结束，同志们集合。站住！现在有不少人就在举报，说有不少旅游团在各个景点坑蒙拐骗，欺骗消费者。啊，我就是今天派来的卧底，专门收取你们的证据来了。小子，就你一个人有啥证据？这都是我的托，谁能向着你说话？你说吧。就是你们刚才的所作所为，全被我兜里的摄像机给录下来了，给我去公安局。谁让你录的？你这属于侵占我肖像权。啊？我让你录了吗？阿飞，下货，闪开！摄像机拿出来，妄想。我要不给你亮两下，你真不知我是干啥的啊！你还是拿着来吧。哎，我拿不着。别拿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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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对自己人下手都这么狠，别说你了，伙计们，撤！大头子，你别走，跟我去公安局。他干啥呀？钱到手了。去公安局，等一会儿，先把我的事先解决了，商量商量。去年我那一眼炮钱呢，我就不要了。今年这两眼炮钱你得给。啊？跟谁要钱呢？还你呀。要啥钱呢？挨打的钱呢？我也没打你呀。是我替你挨打的，我也没让你替我挨打呀。